每个熟悉清代历史的人，想必对慈禧都不会陌生。慈禧作为古代中国为数不多掌权的女性，一辈子享尽荣华富贵，生活也是极尽奢侈。因此，慈禧的葬礼那也是不出意料的声势浩大，奢华无比。一九零八年，慈禧病逝，遵照慈禧的遗愿，在慈禧的棺内放置了大量的稀世珍宝当陪葬品，金丝和珍珠编织的被褥，价值千万两白银的凤冠。 数百枚宝石制成的果蔬和数十尊玉雕佛像等，关外的陪葬品更是难以计数了。其中有一颗夜明珠被放到了慈禧的口中，因为据传这样可以保尸体不腐。这颗夜明珠原本并不是我国的宝物，它来自印度。印度国王有个宠妃是中东的波斯人，但是不幸病逝。印度国王十分心痛，便为爱妃造了一座宏伟的陵墓，还准备把这颗夜明珠一起埋葬。 但是后来，阿富汗攻破印度，抢走了这颗夜明珠。清朝乾隆帝亲征西南，阿富汗国俯首称臣，献上了这颗夜明珠，从此也就成了清皇室的宝物。慈禧下葬后不到二十年，国民第十二军长孙殿英为了搜刮经费，找到了当年给慈禧修建陵墓的工匠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孙殿英成功进入了慈禧墓。 相传孙殿英看到棺材中的慈禧都惊呆了，一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，慈禧并没有腐烂；二是因为棺材里全是价值连城的陪葬品。士兵们把陪葬品搜刮一空后，孙殿英想起了这颗夜明珠还在慈禧嘴里，但怎么也掰不开慈禧的嘴。于是他用匕首划开了嘴，成功拿出了这颗夜明珠。取出的瞬间，夜明珠反射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地宫。 但是在孙殿英盗墓得手后，夜明珠就下落不明了。有人说孙殿英把它卖给了国外富商，还有一种说法是孙殿英把夜明珠献给了蒋介石，而蒋介石又送给了老婆宋美龄。宋美龄曾将夜明珠当做装饰戴在身上。蒋介石死后，宋美龄带了很多财宝去了美国，其中就有夜明珠。宋美龄晚年也将这颗夜明珠卖给了石油大亨洛克菲勒。 这颗拥有悠久历史的夜明珠，也许在某一天，我们能在拍卖会上看到它的光彩。